马龙村好像是小笼包什么的很有名的店，在这里是哪里？永康路上面，这条路上有很多好吃的店啊。那我们看一看，你先看你想吃的吧。我很喜欢栗子汤，栗子汤啊。但是我真的很想喝咖啡，就打包。上班上班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上期啦，我点的是猪肉鸡蛋烧的套餐。Yuli 点的是什么？明太子山药泥荞麦面。对。然后 Yuli 点了柚子味的烧酒。嗯，这是烧酒。这是什么酒？果酒。果酒。OK。然后我要苹果味的，然后兑了碳酸，兑了气泡水。我们开始吃饭啦。
Hello， 大家欢迎回来。现在就大家看到摆了两个盒子，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开箱。那我们先来开这一个，是 Mark Bell 吗？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一块手表。对，长这个样子。然后这个表面上可以看到吗？它里面是每一个时间点都是一颗颗小小的钻。然后这个的话，这个是来自 The Peach Box 的首饰，里面有一个这样的绒布袋子，天鹅绒的感觉，很好看哎。打开看一下，哦，是我选的那个银色的一个 bangle， 对焦对焦，嘴动对焦，好像对上了。这样可以看清楚吗？中间是类似于悬浮的一颗钻，感觉这两个很搭哎，颜色什么的可以一起戴，戴在手上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我觉得特别清爽和干净的感觉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如果你也喜欢这种风格的手表和首饰的话呢，可以去我视频下面的链接去看一下。如果你们用我给的那个优惠码去购买的话呢，是会有一定的折扣的。